杂烩，刚到啊，我就吃小半罐的，停不下来，有点这个辣度啊，我能接受。这里边有好几样，有鸭爪，鸡爪，鸡胗，三角骨，大牛皮，这叫啥？鸭食管啊，还有鸡脚筋儿，啊，鸡脚筋呢？对，还给你带个辣椒面儿，好吃。不够吃，我要再整个大桶的。碗味儿太辣了。碗味也好吃，但是辣我受不了，我吃不动啊。这个我能接受。这个好吃。真香，苦香。它这个辣椒面像烧的那种辣椒似的，可香了。辣椒面有点辣，一桶一斤。